大概8:44发生火警。那么起火的楼层啊就在一楼。当我们消防人员到达现场的时候呢，一楼大概已经把前面燃烧了。那么我们再经过我们迅速的处理，我们火灾啊大概在19分就完成控制了。完全控制的，那么整个熄灭在9:19就熄灭了。王局长于现场了解状况，现场并无人员伤亡，且办公室内相关电子资料皆有备份，不影响本局工作运行。